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我们知道近几年玻璃栈道的项目很火，张家界玻璃桥早就大火了一把，不仅是为欣赏美景，更为体验这酸爽的刺激。可是很多人并不是潇洒走一回，而是跪着、爬着、哭着，甚至被人拖着走，简直让人生无可恋。最近有个更凶猛的来了，位于宁夏中卫沙坡头景区的黄河三地玻璃桥已酷到没朋友。这座桥可不是修在山上，而是横跨我们的母亲河黄河。设计师突发奇想，将木板全部换成了钢化玻璃，活生生的将木板桥变成了玻璃桥。没想到四海八荒、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，享受站在桥上看黄河美景的另类体验。这座桥长328米，两边60米，依然保留原有木板，中间采用的钢化玻璃。大家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叫3D 玻璃桥呢？其实原来它不仅是透明玻璃，而且在桥上设计了十分有特色的 3D 景观，在桥上就可以看到黄河的壶口瀑布、大漠黄河等著名景观。整个桥距离水面达到10米，采用的是 3D 透明分段式构造，走在上面不仅仅会感到恐怖刺激、荷尔蒙上升，还能顺便欣赏黄河美景呢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。逼真的 3D 效果让游客又爱又恨呢，尤其是游客在路过著名景观黄河壶口瀑布时，经常会因为害怕一不小心掉入瀑布中发出阵阵尖叫。这时可能会有人问，我不会真掉下去吧？放心，根据测算，每块玻璃的承重超过3吨，再胖也不会压断的。所以只要你有胆，就来黄河 3D 玻璃桥上欣赏别有一番风味的黄河美景吧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